俺妈这叫我干啥？什么表活啊？这么高的运输节，我哪能开动啊？还说什么给我1000块钱干完了？我是干这活的人吗？我得歇歇。这辆破车哪么开这么慢、啊？一看就你表心思，笨样呢？这得开到今儿才能家去啊？哎，这个车牌号哪么这么熟悉啊？99091，这不前男友的车吗？要来，行，我明天过去。哎呀，你不怕我撞死你？哎呀，大明，你哪么在这儿？哎呀来，这多一不见，还开车烧钱了呢。他妈！练练手了，没路差司机也不怎么开。闲着忙什么呢？那没事，我有什么养生，我溜达耍。下来聊会谈。哎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呢。哎呀，下来聊会儿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俩干什么？俺家保密地着呢。哦。领你过去看看。保密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过去看看吧，这。你保密没有了，咱不去上保密局了？哎呀，没有保密啊，还有保密姐吗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看看这金灿灿的保密姐，不是种消息啊？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谈对象了？没有呢。哎呀，该谈了，那还不谈？说实话吧，东哲，这么3年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你。我说这话你可能不信。但是这真的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了。不是啊，我今天哪么看你怪怪的呢？再说了，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是你提的呀。又不说我现在哪么能后悔嘛？你看看你现在，烧钱也开上了，烧皮人穿的整亮，这个发型也支棱起来了，可以说是倍儿长心呀。我试着哈，真是悔不当初。这都是咱俩之前过去的事了，你就别提了啊，都过去了。董哲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是担心？你没遇到合适的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一直都没遇到像你这么优秀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么3年，我一直这样找合适的机会，想跟你袒露我的心声。但是我就是没找着这个机会，这不今天，你看咱俩在这里都能相遇，你说是不是莫大的缘分？这是也是啊，你看我慢慢开车，我这都，哎，你就通过车牌号发现了我，咱俩相遇了，还真是一种缘分啊。对，你看现在太阳都为了咱俩落山了，害羞啊！你这看这周围，苞米地、烧树林都有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大明，我听你这话咋么说的怪怪的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指责点明说？我的意思还不是很简单吗？你拼你都拼不出来啊！我还是有点糊涂，这啥意思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就想跟你复合。啊？不知道你是哪么想的。说真的，嗯，你这么说我还挺感动的呢。其实那时候我领你上俺家，俺妈她对你印象挺好的呢。复合这个事儿嘛，你容我想一想。哎呀，恁妈都赞同我，你还这样心思什么？大明啊，我主要是感觉这个幸福啊来的有点突然啊。不用激动，你要是觉得行，咱俩下个月就结婚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大米啊，你别了，你比一切沉着冷静，还果断了。不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条件啊？我能有什么条件？要多少彩礼啊？
哎呀，来啊，我都说了嘛，真量之间接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还有什么差别啊？哎呀，大明，你说的我是的哈，我这个心啊都扑腾扑腾的，都也乎乎的。哎呦，怎么亲眼打听？后面有二木保密节，把我掠走吧。哎呦我的妈！真量的事儿，你就回去准备行了哈。就是二木啊。对。别说二木，四木我也给你好多。狗爷们儿。加油！加油！